今天看在厂商的面子上，好不好？这样算够给你们面子了吧？这么大一包，我还乘二给你们。漏奶我就玩。好，我们今天要来介绍，又是一款我已经玩了很久的游戏《三国杀名将传》。好，这就是这个我们《三国杀名将传》的这个一开始的这个进入的这个画面。好，那我先介绍一些基本的东西哈，基本的东西。好，这是它的这个主线副本，主线副本。那主线副本呢，就是大家熟知的，就是会有一些东西可以给你推。夜观星象，可知天下之道。好，这个是他的这个游戏语音啊，念的还行还行。然后这是他的这个推关的画面啊，反正这关我开个三倍好了。这就是我现在在玩的阵。那如果有玩的话，应该这个有听过，这火毒阵。这个游戏有分四国，魏、蜀、吴啊，就是大家熟知的三国。然后还有一个叫做群雄，群雄你们不懂的人可以当做它是这个杂类，反正不是在魏、蜀、吴里面的，就是杂类群雄。我记得我已经推了一两天都卡在这一关了，完全打不赢。天香红叶，我们来看一下运气，跳过。火烧赤壁 ，bang！ 好，这个游戏有一个节省时间的第一个元素，无论你打输还是打赢都可以跳过。所以就是你弱了两回合，你不想看的你就按跳过，它就会告诉你这个结果怎么样。好，我们从下面这一排来介绍好了。第一个。就是这个游戏跟大部分的相同游戏类似，就是有阵容有武将，像我现在这个它这个游戏有个特别地方，就是它有一个叫主角，它是我们这个主人公叫主角，所以我第一个是主角。然后它的美术图做的也算不错，我用这个图鉴介绍图鉴这个游戏分了四国，魏、蜀、吴、群群就是杂类。那魏国呢，我们随便点一支进去看魏国呢，它的特色它有打在旁边叫做永动机。那何谓永动机呢，就是魏国的武将都会回怒，所以魏国的特色就是它的回怒机制特别的快，回的特别的多，可以让你一直丢必杀技就是魏国的特色。好，然后蜀国蜀国的特色是暴力队，应当尽力而为。但是我个人玩这游戏，我觉得蜀国一点也不暴力。就像我们点的这一只赵云嘛，它有个技能就是造成伤害并增加自身10%伤害，持续7回合，效果可叠加。所以变成这只等于是它一直打，一直打，一直打，然后它的伤害会越叠越高。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为什么叫暴力队，因为我觉得这一国一点不暴力，这一国反而是很拖时间的，就是你要一直用回血什么去撑，然后撑到真的暴力起来的时候才叫暴力队。好，接下来是吴国，吴国它有一个特色叫做灼烧队，像我点的这只周瑜就是吴国的这个核心角色。那何谓灼烧呢？有 40% 几率使目标灼烧持续两回合这就是他为什么叫灼烧队，因为他会让人家烧起来，他会让人家烧起来。然后群雄呢群雄叫做减怒队非常直观，就是你要怒气才能发大绝嘛。那这国特色就是让人怒气一直维持很低，你就没办法发大绝，发必杀技，就这样简单介绍。像我收一下信给你们看，这是我今天我今天累计到现在这两个零起来有1019，所以其实一天他光送的元宝大概就有再加其他杂七杂八送的大概有2000-3000，所以其实这个游戏你不用氪其实玩得下去。这游戏比较像养成游戏，养成游戏的特色就是你不氪有不氪的玩法，那你不氪就要投资在对的地方。你看像你参加活动有没有，像我今天四个活动都参加了嘛，他这里有红将的碎片3片，那我这样领起来，我一天全部参加我就有12片，那他
一个红将只要120片，所以你只要乖乖参加活动，你10天就可以拿一只红将。所以像刚刚有人说什么啊，你无氪最多只能什么加7，什么红将加7，什么加8，那都胡乱。而三国杀迷药最好玩的地方就在于，它的活动，是要多不多，要少不少啊，它也不会像别的游戏就是啊，我上去玩个半小时没东西的，关掉。很多什么连结就是啊，上去撸一撸半小时啊，就下来就没东西玩了。那它是每隔一段时间固定会有活动。主播，你花5-6万在这游戏，我没有，我只有花3万多而已，好不好？我现在阵容都是要么橙的，要么红的嘛。那我抽一次这个，然后这个游戏有绿蓝、紫、橙、红，啊，未来还会有金将。那像这个就是会抽到绿将，就是这个最低，左边最低是抽到绿的，中间最低是抽到蓝的，啊，反正就是都很烂。然后旁边有这个。啊，名将十连就是十连抽，那我们抽个20抽看看好了，好不好？80%几率抽到神将，80%没中，就是出现了20%。那我下一抽再20%的几率是。1/25，所以正常来说，我再抽10抽应该要有成将，对吧？这是几率吧？主公，快走！这个是保底的，你阿嬷嘞。然后它有一些小游戏，像战马啊，你要换战马的时候，它有一个这个小游戏。马要西坛，那这个音乐听起来也不错啊。一整天的下班就来跳一下西坛，但是音乐这么的轻快，听一听心情就变好了。怎么卡一下？想阴我妈的！马要西坛，他内格啊，他又拐到脚了。好，现在已经9:30了，有这个红包雨。会累个啊！我们的目标是要抢那个大包的。抢到一包大包的200，180。三包大包，66包小包，2109，干。你看，这样又赚了2000啦。VIP 要多少？左下 F 才消失。你帮我除到 VIP 16，我内裤都脱给你，好不好？我竞技场都还没打，靠背哦。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战力的差距。这战力比我低的人呢？这个就是四人阵，就他玩到今天只上4，然后他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这4只，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这4只。他的个别作战能力会比较强，比较不容易被人家欺负。然后像这是另外一个，就是我们一开始有介绍每日副本嘛，然后这个叫做游历，基本上就是一个赚经验，然后它里面有一些这个宝物，就你踩到的话，它有时候给你碎片，然后有一定的几率会给你整合，就这样。反正这个游戏就是，很多东西啦，我一时也介绍不完了，你进来玩你就知道，反正。你要的每一样东西，就是它没有一样东西是藏起来你不氪金拿不到的啊，没有一样东西是这样子的。我的貂蝉在哪里？天下我的貂在哪里？在裤裆里。我现在要开这个黄金宝箱。我跟各位介绍，就是你们新手容易跳进这个黄金宝箱的诱惑里面。你们看我 VIP 11拿了120个箱子吗？你们一定觉得说120个箱子应该不错吧？好，我开给你们看。有红枪好爽啊！有些人会跟吸毒一样一直开这个，然后开到自己破产。还是他厂商知道我今天要工伤，偷偷帮我调了一下。
我平常开都开不到这些东西耶，怎么今天运气这么好？好舒服哦。还是我以后都开台玩这游戏好了，开台玩这个游戏感觉运气比较好。哎，还是就像我刚刚那样子啊，反正都没有好东西，然后一按就有好东西。主播，那是不刻个金锦吗？干，你以为金锦很便宜哦？妈的，金锦要他妈的10000多哎！我哪来的钱？好啦，今天开厂商的面子上好不好？干，这好贵哦！我乘二要多花10000呢，这样子好不好？这样算够给你们面子了吧？这么大一包，我还乘二给你们。他这个游戏我介绍到这里，你们应该觉得就是他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这个获得资源的方式。那最重要就是你的这个参与度 ，OK， 活跃度。好，那我们今天这款游戏《三国杀名将传》先介绍到这。漏奶我就玩，漏了，好，赶快玩啊，赶快玩。听说主播连爱爱都不愿意设闹钟解任务，哪有？你没有设闹钟解任务？我没有不爱爱哦，我没有不爱爱。我说我没有的是，我没有说我不爱爱 ，OK？ 啊，我有设闹钟解任务，那跟爱爱有什么冲突吗？没有。我的雕在哪里？在裤裆里。你帮我出到 VIP 16，我内裤都脱给你。漏奶我就玩。